一天拿个人不是1000多块钱了。今天到湖上来找个老表的，他在这楼上做衣服做了半年去了，还跟他带的牛三千子，我也想也搬走了。有他中了哈，在楼上走。妹子，我的罗宾枪也是车子多的程度是吗？老表，刘三先给你带上来了。来，过来。嚼槟榔嚼的脸红鲜的是吧？喝的好不好？带几包？10包的，还有一箱东西家，这是跟你骑的。这就是我以前的生活，我也是做过衣服的。带个麦克风来采访我老表，看今天呢到屋里搞没搞到钱。介不介意问你几个蛮敏感的问题呢？加加一下子。现在做的这衣服是春天的是吧？这个你们看看噻，这件做的么衣服噻？这不啊，新款巨头了。这超值款，这有几年的超值款是吧？当瓜子啊！这件的话，一天能做好多件？你看这衣服，一个人做了5、6件的，一个人就会做5、6件了，对吧？是吧？两口子做这一天呢，11100多件，一件工价好多钱、啊？这里，这不好说吧？这还是抽的话，抽的话不要，大概好多钱？啊，6.5到7块钱的。说的这么详细吗？还不好说。6.5到7块，一天100多件，两个人到屋里到镇上，说就一天了，还能做大几百块钱，是吧？说在国家，广州的像没得好的效果吗？有时候。那广州人到我们这边都不习惯呢，这衣服的话，这衣服是质量要求比广州高些是吗？不是呀，料子不一样的，料子不一样啊。对啊，这料子应该到广州人呐、生存下来的车工，这应该也耐得花的。多根本这料子，这明年呐、他关键是不止一年到头做这个衣服的，哇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他做好这做那东西，他就搞不来了。我是来不活的，对呀、啊。到屋里的话，有时候要做羽绒服啊，做厚的。我们前一个是做羽绒服，一天拿个人不是1000多块钱了，一个人1000多啊？对啊。你这不搞定啊？广州的明天就开始回来过年去了。那、回来过年起码多用力。那个这厂不招人了是吧？对，今年都结束了。哇，明年的话，照你这形势，应该还是到屋里搞啊？对哥、啊，到屋里做了，现在有人招呼啊？哥，这确实的啊，那足够的好吃啊。一看这都是老师傅是吧？这起码都是啊，15年以上的功底，是有没有15年了？有啊，是吧？好多年了，30年，有30年了吧？哇，那他们没过师傅？哇，那你还是一过师傅是吧？做了点钟呢，点你消费券是吧？我就来的要吃啊，下班下的要吃的，消费券在哪身上？多像能行的，周四就要领这个肉的。香蕉有没有熟了的？都熟了，你都熟了，好几斤香蕉。上回打一下多少才中旬几两？来，香蕉、沙糖橘、草莓。胖子，长米光了，胖子。不是长光，这打一个正经的鸡蛋。啊，这情况一看，你们明年会不会选择救到老屋里走啊？